是什么房子啊？哦，那一栋房子。其实吧，我觉得我没有必要选择，随便去个地方就去住，就在这儿。谢谢浪漫。等一下空投，喝一下饮料。等空投，喝饮料。来一波，你来他家省点了，不是很多，不是很多，不错，这怎么感觉跟有个人一样，其实。为什么不要止疼药？止疼药重，吃的慢。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跳过去，好像是跳不过去哈，应该跳不过去。对，我键盘声音太大了，想办法什么时候弄一下。食品不是很多。哎呀，哎呀，十个人了，这一把真的，就算我跟你讲，我也把这把酒拿给，就，待会儿看好了，兄弟们，不说多，四人队我一样给他干趴下，但是我们得稳一点干，不然。就是我不会着急开枪，就这么说，不会为了一两个人头去着急开枪，但是碰到四人队我一样会给他 fire 掉。现在如果说空投声我听到了我就去捡，没听到空投我这样绕的话没什么意思。现在如果说在野外碰的人我停下来干，太容易出现意外了。现在因为我们这把走吃鸡路线，但是如果这个座圈比方说最后刷的掩体很少的地方一打四，那就太难了。哎，我只有一个雷呀，搜一下看有没有雷，有烟。我只有二级包吗？我要雷，什么东西多了呢？子弹我可以丢掉一点，再丢个40发。急救包丢一个，这个丢个30。今天我怕这个最后这个圈不好，因为我看这个房子还有2个烟，我要去捡。